流浪的孤寂，看不完人生的风雨，走不完沉重的步履。我那深情千万会出现在梦里，初爱的人心碎在夜里，有成功有失败有泪滴的岁月里，一厢梦留下一片空虚。流浪到哪里，只有你，只有你能够了解流浪的孤寂。看不完人生的风雨，走不完沉重情千万缕，总会出现在梦里，初爱的人心碎在夜里，有成功有失败有泪滴的岁月里，一厢梦天空虚。带的，简直拿钞票堆起来的地方。我发现，我现在口袋钞票已经塞得满满的。哎，洋玩意儿没吃过，看肚子也饿了。
弄点吃去。好啊，哎，付钱。哎呦，钱包不见了！别开玩笑好不好？钱包不见了会要命的。刚才在火车上撞过那个人，撞你那个人肯定是扒手。完了，我钱包里面5000块不见了，你说怎么办？哎，别问我啊，你是知道的，我一向是左手来右手去。那惨，我口袋也就剩100多块零钱。我看这样吧，先找廖俊南，让他给我们想办法去。俊南，怎么是你们两个？奇怪是吧？你来念书嘛，我们来找工作。进来坐。什么时候决定来的？哦，前两天，反正那个乡下待不下去。来，台北的生活程度是很高的哦，可不像你们想象那么好混的。不过你们既然来了，我就一定会帮你们的。但是我现在念书，我顶多能帮你们就是找个便宜点的房子，不过以后怎么样就全靠你们自己了。有个房间有地方住我们就很满足了。哎，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到台北来住呢？如果你们只是来玩两天的话，将就点在我这挤挤了。哼，我是不会回去了。为什么呢？你想想看，台北有多好，乡下无聊透了。我是决定不回去。好吧，既然你们这么决定，那我就陪你们去找房子了。我们这的房间呢都是租给学生住的。你们是学生吧？哎，是，我们跟他同学。那如果是学生的话，我就租，不是学生我都不租了。房子太太，这房子一个月多少钱？哎，房间都是一个价钱嘛，400块一个月带水电。哎，不过你们两个啊住的话，我就要加100块钱。不过有一点啊，不准用电炉啊，不准烧饭，不准带女朋友过。好，你放心了，我们不会的啊。好，那就好。那就先付房租吧。可不可以先欠一欠？哎，房东太太，我这有。啊。对，哎，不过记着不准赌博。不会的啦。哎，好，那就好。谢谢。俊南，这怎么好意思？没关系，这是我当家教赚的，不会影响我的生活的。我想我能帮忙的地方，只有这些了。你们休息啊，我走了。哎，急什么嘛？那么久没见面了，算了，聊聊吧。不了。我还有很多功课要做，不陪你们了啊！再见。哦，俊南，谢谢啊。妈的，什么玩意儿嘛！见我们跟见了鬼似的。可以的，人家对我们已经不错了。要是没有他，我们就要睡火车站去。我管他的，反正不要见到我姑妈，我心里就舒服。哼，哎，累死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在计算我们开销。刚刚我在街上看过。嗯。这的卤肉饭，一碗是5块。嗯。我们一天吃2碗，两个人加起来就是20块。这样子算起来，我们所剩的钱，只能维持10天了。哦，一天让我吃2碗卤肉饭，想把我饿死啊？
不想挨饿就得找工作。你有把握在10天之内找到工作？要10天不必，明天就可以了。真的？哎，我骗你干什么？我有个远房的表叔在台北一家工厂，找他要份工作有什么问题呢？嘿，你表叔在哪？哎，你管他的呢。今天晚上好好睡一觉，明天带你去找啊。157就这里了。你表叔不是开什么工厂，这小吃店。哎，那台北人不一定的，他今天开工厂，明天开小吃店，什么生意赚钱做什么生意嘛。啊，等我要去问问看。什么真司机？真司机要铺保，你有吗？哎，你看这个，真引擎喷漆师哥一名。哎，这个你内行。哎，阿贵，我们试试看。走走走。找半天找到这里，怎么我们连问都不问一句就说不行了呢？哎，老板，你出来一下嘛，我跟你商量一下。你们走吧，
我3点钟要交车，没时间跟你啰嗦。哎哎，老板，我这个朋友修车技术不错，阿辉，你试试看。阿辉，走走，我们走。以为台北满地是钞票，没想到找个工作这么难。阿贝啊，你看，干什么？干不干？台北，你想想，我不干了。阿辉，阿龙啊，赶紧去洗了。好。哎，给谁写信啊？美凤。我劝你啊，省省吧，写来写去全是废话，都是没面子的事情。不如不写。我劝你啊，别当傻瓜了。简大雄啊，是一心一意啊把美凤当摇钱树，想从身上捞上一笔，早晚嫁给别人的啦啊！哎，你看他现在爱你爱的要死，是不是？哪天一嫁人，好日子一过，连你姓什么都忘了。美凤不是这种人。嗯。你当他是谁呀、啊？王宝钏呐，永远不会变心啊！啊，阿辉，我警告你，你再侮辱美凤的话，小心我打掉你下巴。好，你狠，我交你这种朋友啊，算我倒霉了。什么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的，狗屁！为了一个女人，十几年交情，当狗屎都不如。你狠是不是？我走可以吧？我倒看看你一个人该怎么过。有完没完？好，哎，你刚写那封信呢？扔了。来，重新写过啊。
写完之后啊，明天我帮你寄。啊，不用。干嘛？还是生我的气啊？不是，我想把邮票也省下来，要不然啊，明天连卤肉饭都没得吃。卤肉饭？哼，卤肉饭。是不是？不要急，男孩子呀就是这样子，一出门呢，就好像离开了笼子的鸟，都撞得头破血流啊，也想不起来有人为他牵肠挂肚。不要闷在心里，不要跟我一样，跟你阿爸那么多年了，有苦说不出，哭出来也没人安慰。哎，美芳啊！哎，阿母，小弟啊，进来坐吧。放心啦，你阿爸不在家了。哦，我不敢，我还是站在外面比较保险的。辉哥，啊，你找我有事？哎，你出来，我有话跟你讲啊。辉哥，什么事啊？嘘。辉哥，什么事啊？我听了一个很不好的消息耶。什么消息啊？听说你阿爸最近输了好多钱呢。输了多少？输了多少我是不知道了，不过他跟人家说哈，钱是小意思啊，就算都输光了，他还要你这个女儿。哎，女儿怎么了？女儿哪一点不好啊？不是说她不好，我是说呀，这是乡下啊，她一天到晚打扮的妖里妖气的，叫我们村里人才在背后指指点点的。哎呀，那是他们嫉妒啊，看我们小英长得好看，哦，穿时髦一点，他们就说妖了妖气的，啊，最好是土了土气的，再加上点鱼腥味儿，你看才顺眼。哼，林天贵，我可告诉你啊，我可不能叫小英在这个渔村里待一辈子，过两年我就把她送到台北去。你把她送到台北干什么呀？当电影明星。哎，你怎么了你？你太太呀，太阳还没有下山呢，你不要做这个梦好不好？我们的小英她根本就不是这么块料嘛。哎，她是不是这个材料我总比你清楚啊。哎，你看，你看这画报上的那
这些电影明星哪一个比得上我们小云强？好了，我不要看了，我不要看了。哎呀，你看，哎，哎呀，你看吧，看个不干嘛？你看，你们又在吵架了？哎，小云啊，你回来吧，刚刚好，来来来，来你站着，你站着，站着让你爸爸好好看看啊。看什么啊？看你是不是当电影明星的料啊？哎，爸，你答应哦。答应个屁呀、啊！上车，上车，怎么样，不错吧？哎，你什么时候有个这么有钱的朋友？说来全是运气。这个朋友啊，当兵时候认识的，这我去找工作，刚好他是买卖车子的，又是老板，他就要把这部车子卖掉，我就给他开回来了。哎，他借我的，现在呢，钱也有了，车也有了，不怕在台北混不下去了啊！走，去哪里、啊？哎，找个地方好好吃一顿。去他妈的卤肉饭，我再也不吃了。哼。真过瘾，阿龙，看到没有，这种生活才有意思吧？你少得意啊，车子又不是你的。什么你我的？这年头啊，没有一样东西自己的，包括你命在内。你妈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说走就走了。你少提我妈。啊？不提就不提嘛。从小到大，提到你妈就翻脸，知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？卖车吗？找到车主没有啊？你别操心嘛，现在就找买主去啊！走。哎，怎么了？成交了？废话，走吧。
这是我们到台北啊第一笔进账，走，好好庆祝一下去啊。到哪去？哎，跳舞去啊。开什么玩笑，我不会。你不会打的光脚走那个发烫的沙滩你会不会？就像这样的下面光着脚踩在发烫的沙滩上啊！再跟去。好。两位要点什么？哦，给我冻柠乌龙好。对不起，我们这只有红茶。啊？这么高级的地方，没有卖乌龙茶？那这样好了，我建议你们点点别的。我们这有咖啡、果汁，还有酒。哦。酒一杯多少钱？220。啊？220？阿辉，很贵。先生，我们这有最低消费额，您喝一杯不会超出的。什么叫最低消费啊？喂，蠢棒，连最低消费额都不懂啊？喝两杯酒。阿辉，你说谁呀？哎，张总麻烦了。不要以为自己开个幸福车很神奇，我不吃那一套。怎么，车子跑不过我，油气没地方出是不是？告诉你，不服气再比一下。跟你比，你以为你长得漂亮？原子花。什么叫原子花？原子花。你。你敢打我？你敢，你敢打我？我踢死你！我疼！阿辉，我疼！阿辉，不能再打我！阿辉，疼！我疼！阿辉，走。来了，真的，谢谢。不客气。美凤啊，来，阿龙来的信啊。嗯。先生怎么说啊？找到工作没有？身体好不好？他说他跟阿辉在台北做七叔奶奶，生意还不错，而且日子也过得很好。他还说他会省吃俭用，准备待会回来娶我。来，哎，阿爸，在这里做汽车推销生意不错，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可以娶美凤了啊。想到台北前程跑赚，早知道我早就跟到台北来了。哎，美凤回信没有？还没有，这几天我的心里一直很不安。
希望不是美凤出了什么问题才好。办正事去，啊！爸，你好。啊。好啦，别想那么多了，好不好？把那部车给卖了以后，晚上我们两个好好的乐一乐啊。这车是你的吗？是的，请把行车架借我看一下。我没有带。不然你不用再编了，经过查证了、这不是脏车。你的车是偷来的？我。说，你的车是不是偷来的？是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不偷怎么办？又找不到工作。连卤肉饭都没得吃了，我要是不偷的话，怎么过日子啊？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把你们害死？紧张什么嘛？大不了承认是我偷的，我去坐牢就是了。阿辉，是我干的，跟他没关系。不，是我干的，事前他一点都不知道。组长，组长，他是个老实人，你把他给放了。我从小就调皮捣蛋，才会做这种事情，把我送法院好了。虽然你们俩没有前科，但是你们这次是人赃俱获的陷阱犯，我们是一个也不能。而且嚣张车的老板我们也抓到了，他说这次嚣张车就是你们俩，所以我必须把你们俩一起移送法办。美凤啊，人都被抓了你还能干什么呢？妈，你知道这件事啊？哎呀，这阿龙也真是的，怎么可以去偷人家的车子呢？不，不是阿龙，我很了解阿龙，阿龙不可能做这种事，他不会的，不可能。哎呀，这种儿子你还想去看他呀？不必啦，哎呦，我生了当了没养啊。再说他的眼睛根本没有一个疤痕，你去看他，说不定他还嫌你多余哦。跟你说完了没有啊？这个，我看我的儿子，这关你屁事了。哎呦，你今天怎么了？哦，你的胆子被酒泡大了？哈，敢用这种口语跟我说话？好，李天贵，你给我盯着啊！谁要在这个家里头声音大一点说话，谁就把钱拿出来给我。不是了，我是说呀，我们从来没有好好照顾阿龙，他现在出事，我们总不能够……哎，你少我们的啊！我可没有这种儿子。再说阿龙从来没把我当成他妈呀，要去你去。哼，一个没志气的老子，再加上个丢人现眼的儿子，刚好是一对儿。你去啊，你去啊，去啊！哎，你现在就去呀，去呀！你去又怎么回来？丫鬟会打死你的。我管不了这么多，妈，
你让我去好不好？这下爸不在，你让我去吗？妈，如果你不让我去，不要在这里坐火车，你去找华智，叫他带你到高雄。我会跟你爸爸说，说你去阿妈家帮忙割稻子，两三天再回来。妈，你要记得回来啊，要不然你阿爸发狠起来，连我都……妈，我知道，我一定会回来。好做人，就算不为你，也要为他自己。我知道了，快走吧。久了啦，外面有人找你。谁找我？你出去看看不就知道啦。天贵国，你要去看阿龙？嗯，天贵国，你要不要去看他？我。天贵伯，我们有多少时间？假如您要去的话，我们现在就走。我去有什么用吗？我又没有钱给他打官司啊。可是你是他爸爸，你去看他，他会很高兴的。哎呀，他不会高兴的啦，是因为我不让他上船，才会发生这种事情。他心里一定会恨我了。美凤啊，美凤啊，快点呐、啊！要不快点，你爸爸回来了，你都走不了喽。天贵伯，那我走了。哎，美芳，你跟阿龙说，我是一个没有出息的爸爸，他可以看不起我，可是千万不要跟我一样。我走了车子，我才不相信呢。要是阿辉啊，那我就不敢讲了。哎，美凤啊，到了高雄你会坐车子吧？哦，对了，这一点啊，你留在身上用吧。这怎么可以呢？哎呀，不要客气啦，就算你替我去看阿龙嘛，来吧。谢什么呢？这么一点点呢、啊，我自己都觉得很。
你怎么来了？你出了事，我能不来吗？那你爸爸呢？不要管我爸，我现在只关心你。你因为对我很失望，对不对？阿龙，告诉我，这件事不是你做的，对不对？阿龙，你说话呀，真急死人了。阿辉呢？跟我关在一起。没想到，事情竟然会变成这个样子。要早知道有今天，我当时就不该。不该什么？我跟你说，我不跟你来往，我是故意气你的。我是怕阿炯会不断的来找你麻烦，来伤害你。我又担心你困在一个渔村里会没出息，所以我才故意气你的。我为的是要让你无牵无挂的离开渔村。我没想到，我真的没有想到。美凤，这么说，你还是愿意跟我在一起了？你愿意等我吗？我会等你，只是我怕我爸爸。对不起，时间到了。你自己要多保重。
龙啊？你好啊。其实我们也是白问了，关在监狱里好个屁啊。阿龙，我老早就想来看你，可是你是知道了，你妈……好了好了，不提她算了，提她你又心烦了。进来，跟你讲说了就说了嘛，问几遍了。那聘金呢？我怎么没看到你拿回来？拿不拿回来，管你什么事了？你拿去赌掉了。哎，好了好了好了，男人素质你少管了。阿雄，你要有一点良心呐！美凤是个乖孩子，你不能把那一生幸福给赌掉。啊，你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啊？欠人家的钱还是要还的啦。你把那些钱拿去还赌债了。阿雄，我求你行行好，你千万不能把美凤嫁给那个蔡火木。哎呀，女人有丈夫就行了啦，嫁给谁还不是一样？不一样。我听说蔡火木不是个好人，他是做左司的。那你想把她嫁给谁啊？嫁给阿郎啊？阿郎还不是一样？他不是个坏孩子，他是被阿辉连累的，他不是个坏孩子。好了啦，不要讲了啦，聘金也说了啦，啊，日子也定了啦，你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呢？日子定了，定在什么时候？下个月了，蔡火木的船回来的时候啊，他就要娶美凤回去了啦。消息，我哥哥要出狱了。真的？什么时候？今天。阿龙，不要不说话嘛。
告诉我，你准备去哪里？阿龙，阿龙，阿龙，你耍什么性格嘛？怎么被关傻了？阿龙，阿龙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们现在啊，阿龙你。你这什么意思？起来！干什么？你起来，我再跟你说。我打你，是因为你不应该干犯法的事情。我们出来赚钱赚钱，不是来干偷鸡摸狗的事情。你更不应该骗我。黄阿龙交活你，什么都能忍，就是不准你骗我。打你第二拳。是因为这一年的老五做的冤枉，如果您不服气的话，我们从此一刀两断。收喽。阿龙，你好吗？你爸爸去看你回来之后，把经过的情形都告诉了我。你为什么都不说话呢？你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？你知道我在为你着急吗？你爸爸也实在不该告诉你我要嫁人的消息。阿龙，相信我，这辈子除了你之外，我不会嫁给任何人。还记得我说的话吗？我不是泥巴，我是小贝壳。你放心，即使是在惊涛骇浪中，小贝壳还是会有它坚强的一面。你快出狱了，原谅我，我不能来接你，但是我相信我们有再见之日。好好把握未来的你吧，祝福你，美凤。看怎么样？
要干就走啊。哎，吃好了没有？哎，好了。多少钱？连打蜡150。谢谢啊。哎，哦，啊，再洗个几步啊，这个月房租就有了。哎，可以吧？啊。有人在家吗？有人在家吗？什么事？啊，美凤，你不认识我了？我是蔡火木，常常跟你阿爸一块儿。我爸不在家。啊，没关系，我就是来看你的呀。美凤啊，是谁呀？哦，大，好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了。阿雄不在家。我知道，你在也是一样嘛。坐吧。谢谢。美凤，倒杯茶。这个是送给美凤的。这是我这趟船带回来的货，没花钱买。反正是一样嘛，以后我们都是一家人呐。啊，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。定个日子。什么日子啊？就是我跟美。他都可以做美凤的爸爸了。你这个人怎么啰嗦了？蔡红梦对嘛？就最少找个有钱的。哎，我已经对得起他了。说的倒好听，说来说去的还不是为了那个聘金100万。哎，聘金有什么不对呀？啊，我也不是跟钞票有仇了。你为了钞票就可以卖女儿了？你这个人怎么搞的你啊？啊，我好久没有修理你，你皮肤在痒是不是？你打，你把我打死好了，免得我看你做那种没天良的事情。靠女儿赚钱，你比吴掌柜还不如。你，臭女人，你敢骂我？气全部出在你身上的，这你不用担心，你走就是。妈，
经没指望。你不同，你还有好长的一段路要走。好好跟阿龙过日子，生活苦一点没关系，感情好才是最重要。不要想妈，妈结婚到现在还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。妈，性格嘛，性不性格是我的事，你把车开走，不要妨碍我们做生意。哼，你以为我是谁啊？由得你发号施令。告诉你，要你洗车你就得洗车，而且洗好了送到我家里去，否则车子我不要了。到时候我到警察局去报失窃，就够你麻烦的喽。这是我家的地址，你看着办好了。跟我们江上军了，把车推到路边去。给你拖呀，习不习惯？我们这假释出狱，要是真的报失窃的话，我们麻烦大了。建设董事长郑永泉，他爸爸的名字，怪不得神龙活现。哎，阿龙，到哪去了？这部车是谁的？哦，是我们家小姐的。她人呢？刚回来，在里面啊。哎，先生，你要干什么？我找她算账。你干什么？你到底要做什么？小姐，哥，什么事啊？这个人，别想，没你的事了，下去。哦。车帮我洗好了。
生意的方式丢我回去车去。我说不做你生意就不做你生意。刘家勇，发生什么事啊？我的事不用你管。